因为这个笔头外面那一圈有点像写黑板的，我以为是那个嘞。有点带油性的。哎，用那种可以啊，反正是服装行业里面的那种水洗笔啊，不知道是这个好不好。那个笔应该就是笔尖。哎，像这个笔，相当于说上海是不会配给他们的哈。是买啊，那边到处都有。你可以给他多寄。上海的文具行里面有一只，你下单你这样多装点，感觉不够。这种笔芯应该就是一块钱。然后可以装墨的，他自己可以往里面加墨的。这样啊。感觉像羊。这是艺术性的羊。潜意识。对。可以隔屏，就不要了。不要了。留在那边。放在那边。这个也给他们展品的人了。收益。他们就不舍得用。他们今天在用的。这个笔好像画太快的话，它的水出不一样，跟原来的出那么快。我不知道。会有它变大。是啊。提起来说专业不行。开个空调舒服多了。